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每日一字，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字是吉。国语注音：吉宜吉，二声吉。吉，二声吉，属竹部，共二十画。吉字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，小篆作这个字形。说文解字说：吉不也，从竹吉生。寓篇里说：不吉也。不与吉是互训的，现代人说的不册就是吉的意思。古人以竹简编成册，所以吉字从竹。它的本意是写在简牍的书册，六书归类是形声字，基本词性是名词。吉字在隶书《正固碑》做这个字形，但是小篆从竹的字，隶书往往是从草。不过到了楷书，从竹从草的字又分得很清楚了。现在楷书的吉和介是不同的两个字。竹头音吉，而草头的读音是介。吉的其他常用意思有很多，登记各项资料的部书，例如户籍、地籍，代表个人的身份，例如国籍、党籍、学籍。籍也当书籍，例如经籍、典籍。另外，吉还有登记记录的意思。宋史余允文传：吉为相，吉人才为三等。这里的吉就是登记记录。另外，金史韩习传：吉水手于山东，吉水手就是征吉水手。吉同时也是古代的一种重刑。宋代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，有一世人陷冤狱，吉其家。这里的吉就是寂寞。是说，除了当事人受刑之外，全家充公，亲属也都贬为奴隶。要提醒您，吉的下半部左偏旁这个字，第一笔是一撇，而不是一横，要注意。每日一字，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